以下是零三福利时间，打开淘宝搜索抖漫工作室，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店铺下单任意商品，并备注口令，每周前50名可获免单福利。口令将在片中任意地方出现，大家一定要认真寻找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那个，你这衣服先留着，我回头洗完再还给你。估计也是让老妈子不认洗，不过您能这么想，小的我已经感激不尽了。所以我就说你萧家人自我感觉太良好，好像萧家的一切问题都是人家陶家和何家要合营造成的一样。您上次不是说这是他们的阴谋吗？假如根本就没有合营这件事儿，萧家就没有危机了。啊，那肯定是有的，而且很严重啊。哎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因为萧家病如膏肓，所以某些人才会找上门来。所以解决萧家的问题才是根本，萧家发展良好，自然就不需要合营。可是现在萧家已经变成了一家又老又大又不便宜又没有特色的布庄，不是吗？那你倒是说呀，你不是有办法吗？革新呗，研发新的衣服。哼，真失望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办法。谁不知道要革新，我也不是没尝试过，可布庄除了做衣服还能做什么呀？早知道就不该寄希望在你身上，大不了我就接受合营，让萧家再撑个3-5年。那您就去吧，别忘了叫我去喝你跟陶小子的喜酒，并且有一句话要奉劝大小姐，就你现在这样，就算陶猪头真的喜欢你，也迟早会有烦你的一天，因为你为人处事的脑筋跟你经商时的脑筋一样。什么？过了几年因为脑子不好使变成黄脸婆，每天只会喊那帮小狐狸精，我跟他们拼了。大小姐好可怜哦，身为下人的我都跟着伤心了呢。你胡扯到哪里去了？谁要嫁给陶东城？即使是这样，我依然祝福你，陶夫人。都说没有这事了，你再胡说我就不跟你说了。谁叫你要自暴自弃跟他们合营的？在我看来，制造界有的是可以革新的地方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快告诉我。就是杀人了。对不起。你又来干嘛？去。对不起，我昨天下手太重了。可是那个陶东城约我今天去郊外的歇仙亭商量合营的事。没好事儿，不准去。不去你个头啊。我去，什么态度啊？我不去怎么着？爱去不去，我走了。喂，你今天吃枪药了，可也不能把火撒在我身上吧。喂，等一下。大小姐请。三哥留步，你不能上去。啥？喂，是你拜托我去帮忙的，难道让我用脚走过去？别闹了，你毕竟是个下人，怎么能跟我一起坐马车呢？将。喂，将，等等我，慢点啊，我又不是马，怎么跟得上你这么跑啊？你听我说，陶东城不叫上何家的人，单独约你去荒郊野外的，肯定没安好心。你的职责是帮我出主意，而不是指挥我。啥？喂，你要是让我上车坐会儿，我就原谅你了。你这家伙太不谦虚了，有你这么对待恩人的吗？我也要坐车，否则我就不走了，不去了。林三，下人就是下人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不去了，我回去了。哼。陶公子，那萧家什么时候就范啊？不急，今天萧玉若来，我就解决这件事儿。少爷，萧家大小姐到了。贤妹，你终于来了，为兄等得好苦啊。陶兄，贤妹辛苦了，请到亭里休息吧。谢谢。我家公子今天开的是秘密会议，外人不得入内。啊，小姐。贤妹请坐。本来想请贤妹到城里酒楼一叙，不过那些地方都是些酒肉之徒，
怕辱没了贤妹仙子风范，所以约了贤妹来这里。桃兄，关于合影的事，其实我……哎，别提生意，提生意就远了。其实今天我约贤妹来，并不是想谈合影之事。东城走遍大江南北，见过的女子不知有多少，但自从东城第一次看到贤妹，东城眼中就再也没有别的女子了。这，桃兄，你突然说这些话，真是过奖了。可是，自从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茶饭不思，寝食难安，每天做梦，梦到的都是贤妹。所以我暗暗发誓，这一辈子都要对贤妹好，保护贤妹，终生只爱护贤妹一个人。桃兄，我想我们还是以两家生意的发展为重。哼，萧雨露，我这么低三下四的对你，你竟然一直不理我。桃兄，现在萧家这个状况，我还没有考虑儿女私情的想法。这两件事情并不冲突，我提出合营的事，也是不想贤妹辛苦啊。说到合营的事，我知道贤妹在担心什么。萧家现在已经日渐失去竞争力，东城深知萧家改革之困难，也不忍看贤妹一个女孩子这么辛苦。如果我们成了一家人，整个陶家都是玉若你的，也就不用合营了。以后此生所有的困难麻烦都由我来面对，你只要开开心心就好，我愿意一辈子爱护你啊。陶东城说话做事一向谨慎，为什么今天说话这么嚣张鲁莽？就不怕何云的事受到影响吗？也压根没觉得我会拒绝他。玉若，到现在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糟了，现在这山亭只有我们两个人，难道他想……从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，玉若，我对你是真心的呀。完了，敢碰我们家小姐，剁了你的手。怎么样，本集的口令你找到了吗？找到口令的小伙伴可以打开淘宝搜索抖漫工作室，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店铺下单任意商品并备注口令，每周前50名可获免单福利。